翻拍《请回答1988》，沈月出演，沈月急速否认。沈月凭借着她甜美的外表，出演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陈小希而一炮走红。但是后来饰演翻拍《流星花园》中山菜一角，剧版《七月与安生》中的安生，并没有获得好评，反而被黑得很惨。网传将由沈月出演可爱有心计的女主李文静。记得前一段时间刚说要翻拍《请回答1988》的时候，网传是由杨紫出演德善一角，虽然月月不出演李文静一角，我们发现月月确实和女主陈德善有些相似，气质最相似。热搜中对于陈德善一角有很多人选，张子枫的呼声最高，如果是子枫也算是本色出演了，因为子枫也正在读高中，外表甜美文静，